的办事日，他用中立的微笑圈套。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10年5月27号，板桥站。26:57了吧？这是1264。秀，左发车将西部航线开往基隆的音律社会小号，沈阳编组1M902全车，在板桥站关闭车门。下一站，万华。再开一次车门。好，请关门。1264，新的发射间隙不敢看哦。机长的音律设备下是两边组 ENU902 全车，在板桥站关闭车门。下一站万华。Manga， 好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，本周暂时离。